世上专属的陌生味道，是你谁谁存在的目标。你好乖，你要天天开心，加油练舞。今世我们相隔着一个街角，这么久了，你看到我的可以吗？感觉得到你对我的重要，不会被天黑天亮打扰。你每一次的温柔，我都想炫耀。你知道吗？你我的第一次相遇是在你进入大厂的初舞台平齐上，你的笑容直挠我心头。当时觉得这个男孩真甜，像一只乖巧的小猫一样。从那时起，我便记住了这个男孩的名字李振明。你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，就是我知道你颈椎和腰，就是要多自己多注意点，就是身体才是第一位的，不要太累了，好吗？有后退的影子，是后退有李振明的影子。后退是你适合的风格，我们不是只喜欢后退的李振明。你尽量按你的风格表现就可以，不用被束缚。李振明，下次不要扯领带了，如临大敌。下次不要扯领带了，新年快乐。十天你就出道了，恭喜黑金计划训练生李振宁。李深深，李振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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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听见了吗？好，我答应你。